家好，我是清酒。大家好，得开始了没？嗨，啦啦啦啦，跟我玩一下手机。电拍莫去谁家？电拍莫去谁家？我们要拍莫去谁家？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。拿好了，拿好了，不用了。然后我是他们两个之间最里面最大的人，所以我要开动。一，等一下，我要买东西。六一六二啦。333，可以最后一个，一，来，你们慢慢聊天，我先慢慢聊。13、34、5、6、7、8、9。10、11、12、13 OK， 到家，找到房子了。OK， 找到了，你们也来吧。老师，你随我，我先想个一次。蹦蹦蹦。OK。来，这边就是一个很累，这边有一个老板，我卡住了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椅子跟那边有人在吵架。哇，这里是什么？哎，钓鱼烧这个地方，这里有钓鱼烧小丸子吗？哎，钓鱼烧跟樱花煎饼。这边是一个。三个迷路了，哪里有？等一下 ，Oh my god！ 这他们是怎么打的？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很宽，因为这边有一个那个舞台。OK， 我们来跳个舞吧。OK， 来跳舞一下。一二，怎么样？OK， 这边就是一个打鼓的区域。OK，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进来，这边就是一个咖啡厅的样子。然后这边有卖一些面包，可以再来逛。OK， 然后这边有一台哇，以前这里有一台棉花糖机，就差。拜茶，这里有一台棉花糖机，这些丸子，还有丸子机，这些大家应该。这厨房，这里有厨房。后面我不会打字哦。小店长在哪里？这里有一个，这边就是，这一样，刚讲。这边就是可以烤鸡肉的地方。烤肉，可以吃烤肉。哎，这里有化学物品哎。声音好听一点，你们声音难听死。OK， 过来。这里有雪球打人。这边是一个 ，Oh my god， 它有还原到哎。在哪里？有烤。哈哈，在烤人。OK， 这边。这边有一个面团几率，那个房主就可以在这边打面团。那我们先不进去打扰了，别人等下有空会来打面团。这边就是一个画画的地方，设作品。哪里？哎，真的，这里有画画的。喂，这里有个雕刻，这好奇怪，雕刻。这边这个是一个床，鲨鱼床。请问我们这样怎么做呀？请问。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圣诞节的。在这里好哎，你看我现在卡。他买这样，哦，好美，他买的。
这边就是一个圣诞节的风格，还有两只南瓜。OK， 出去。我们出去看一下吧。OK， 哇，好美！哦，对啊，这边就是一个圣诞的可以吃东西的地方。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Little Girl， 看毛毛的毛毛的恶魔。这边老鼠，哦，这边是给宠物睡觉的，可是我们都不带宠物。我宠物来了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这里是情侣可以坐的，情侣坐或隔壁坐。这里还有香肠热狗，对，香肠热狗。野餐露营区，哎，这里是野餐的露营区。对，这个真的好像露营区哦，你看这里还有椅子，搞得很丰盛。这边就是一个小甜美的地方。这里可以烤棉花糖跟我就不多说。这边就是那个我们新出的，来这个季，这里都是新出的，棉花季的，它会摇。秋天。哇，这是一个大鱼缸。那今天几乎就到这里啦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先来把它按个星星吧。我们今天是特地来按星星的哦，拜拜。